司机在工作时心脏病突然发作，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，他做了几件事。首先，他将巴士缓缓地停在路边，并使尽力气拉起刹车器。接着，他把车门打开，让乘客安全下车。然后，他将发动机熄火，确保了车和乘客的安全。最后，他趴在方向盘上，停止了呼吸。